杨丞琳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与王心凌聚餐的照片，还有与好朋友黄宏生一起的合照，两大体型教主同框，引来许多粉丝围观。照片中杨丞琳拿着手机自拍，嘟嘴卖萌，十分可爱，一边的王心凌也笑容甜美。曾经的体型教主真不是白叫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两个人还是熟悉的模样。杨丞琳脸上的那颗痣依旧很明显，旁边的王心凌长发披肩，穿了一件类似睡衣的淡蓝色上衣，笑容甜美，网友高呼真是回忆杀，两人都是甜心教主。杨丞琳没有一点变化，还是满满的少女感，看上去十分可爱。而小甜心王心凌看上去还真有些林志玲的韵味。当年的王心凌，小编可是喜欢的不得了，一看到她就想起当年我们一起曾经追过的各种偶像剧。有网友笑言，这两个人真的是承包了我们整个童年的偶像剧啊，大家喜欢吗？